展出呢两件的作品，望乐心子，就是我生活的过程中的一个看板，在我们的整个人生的感受中，小孩跟母亲他有一个不可言喻的爱，那是从他的身体甚至于从他的心里发展出一个期待的一个关系，一个妈妈对小孩子就是像他的生命的原身体，那种骨肉感，那种疼惜的，那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种感动。